这饼顶个条，大家拢做甲真水，就成为世界遗迹。而且看到这空间阁真深景，就成为古希腊的神殿同款，阁有人专工来看。有像罗马的那个神柱有没有？哦，嘿，神殿的神柱那些地方。阁有这圆形的楼梯，看到像为罗马竞技场，这拢毋是人为雕工做的，是了了沿河山水库水位降了后，才看到这款奇景。水最高的时候是淹在上面去，最上面。哦，对对，在最上面啊。水工已经降到要一半，几多年前沿河山水库引起的古厝甲土地公庙，即马嘛拢看会到，那是还阁无落雨，这下卡还阁有二十几户古厝，拢应该看会到。啊，永和山水库虽然目前蓄水量还有50几%，可是水库本来就不是很大，大概剩下1700万吨哈。呼吁我们竹南头份的乡亲哈，一定要节约用水。古厝古庙，这真正欠水才看会到，当然大家希望尽量卖看到。庙里永和山水库贴水量剩5%，拜托民众爱省水。民视新闻庙里报道。